和本翻译出来，只有一个人从头到尾，一个人叫傅善，他是见证人，其他人都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就过世了。他在过世的时候，因为那时候他得了重病，他的弟弟在他旁边，他们一家后来来了四口人都在中国宣教，他弟弟陪在旁边，就说哥哥你要安息了，我们为你祷告，然后呢就让主乖乖的接你走。就他说你太没有信心了，你应该为我祷告，因为我诗篇还没有翻译出来，我诗篇还没有翻译出来，我一定要把圣经翻完。但是没有办法，后来他还是就在这过程当中安息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见他的那个心里面的祷告，就是让上帝的话语盼望在他的手中能够完成，而且让所有人都能够见证上帝的话语如何影响到所有的中国。我想这样子的祷告上帝听见，也就以至于这么多的人，后面这些事本来是中国，本来是这些西方人的这些助手，你看见啊，他们帮着帮着帮着，他们自己生命就在改变。后来有些人他们就自己起来也翻译圣经，很多人就成为后来的新一代的这些的传道人，影响了整个中国。